好，那我现在来示范二步式操控法。与其一个一个方块来示范呢，我想要用把它区分为几个种类，然后照这个顺序示范下来。好，因为这个同种类的其实方法都一样。好，首先是 O 方块。O 方块呢，好，从左到右啊，是左到底放。左到底，右放，左左放，左放，直接放，右放，右右放，右到底，左放，然后右到底放。好，所以很简单。那下一个呢，是 i 方块，横的 i 方块。好，横的 i 方块呢，从左到右，是左到底放，左左放，左放。直接放，右放，右右放，然后右到底放，这个都是非常简单。那之后，直立的 i 方块就比较困难，应该说可能是最容易混淆的。好，道强就不解释了。好，接下来是左到底放开，左转放，左到底放开，右转放，左一次，左转放，左转放。右转放，右转放，右到底放开，左转放，右到底放开，右转放，然后最后就到底。好，接下来这五个方块呢，都是三格宽，然后它们出现的位置都一样，所以它们的放法也都一样，还有它们转180度的二转向也都是一样。好，我用 J 方块来示范哈，J 打开，好，所以从左到右哈，左到底放，左左放，左放，直接放，右放，右右放，右到底，左放，右到底放，好，那这个转两次，转两次就是加上旋转，然后。左右移动的按法是一样的哈，然后其他四个方块都是这样按，所以不再重复解释。好，接下来这五个方块里面，直立呢，S 跟 Z，左转右转形状一样嘛哈，可是 TLJ 的不一样，所以好，所以我们先来看 S，直立的 S，从左到右是直接到底哈，然后左到底右转。放，左转放，左转放，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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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，左转放，然后到底。那直立的 Z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按法。好，从左到右一样是左到底放，左到底右转放，左转。放，左转放，右转放，好，重来一下。刚才是到右转放，然后右一次右转放，右两次右转放，右到底左转放，然后到底。好，接下来是 TLJ 直立，TLJ 直立，三个方法也是一样，我用T 来先示范一下，T 的右转一次的方向先来，好，所以是到底，这没有问题。然后接下来是到底以后右转放，左左右转，左左右转啊，重来一下，左左右转放，左右转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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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到底。左退回，右转放。好，那它的另外一个转向呢？它是左左左转放，左转放，左转放，右左转放，右左转放，右到底左退回，左转放，右到底放开以后左转放。好，所以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哈，尤其是在这个
有最靠边的几个。好，所以其实J 跟 L 其实跟 T 是一样的按法，可是因为看起来不一样，所以为了完整，我们就全部做一遍好了哈。右啊，右转的转向，右到底放开。哦，抱歉，没有讲错，这是左，左到底放开，右转放，左左右转放，左右转放，右转放，右右转放，右转放，右到底，左退回，右转放，然后到底。那它的左转向呢？它是左左左转放，左左转放，左转放，右左转放，右左转放，右到底，左退回，左转放，右到底，放开，左转放，然后最后，然后 J 也是一样，J 的右转一次的方向是好到底，好到底，放开右转放。左左右转放，左右转放，右转放，右转放。刚才是到右右转放，右转放，右到底，左退回，右转放，好，到底。然后左转方向呢是左左左转放，左左转放，转放，右一次左转放，右左转放。刚才是到右左转放。然后右到底，左退回，右到底，左退回，左转放，右到底，放开，左转放，然后最后到底。好，所以以上是全套的二步式操控法。那之前说的这些可以自定可以修改的部分呢？你就需要自己摸索一下，自己看看哪一个每一个方块都试试看，你喜欢哪样的方法。那我在这边只讲最后这一个一道墙放开的哈，有哪几个是一道墙放开可以用按两下来代替的？那第一个是 I，第二个是 S 跟 Z，第一个是 I 的左到底放开右转。在这个位置，好，那它可以用左两次左转来代替。往右边也是一样，右到底放开左转，可以用右转来代替。好，然后另外就是 S 跟 Z，S，右边的位置没有问题，是左边的左到底放开右转，可以用左转来代替。那同样的，Z 方块的同一个位置，啊，左到底放开右转放，这一个可以用左转放，这样子来代替。这个是其实是我个人的偏好是用按两次来代替这个。